那么接下来这个游戏呢，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淘宝年货节的囤货比赛，具体怎么玩呢？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场上呢已经有三个区域了，里面的饼干呢也被做成了大家过年都会需要的年货的这个形状。淘宝年货节囤货比赛一共是两轮，游戏分为运饼干和吃饼干两方，运饼干方派出一人戴上眼罩当饼干守护者，另外三人呢需要用快递盒子来运送饼干，吃饼干方需要在标线内最大限度地吃掉被运送过来的年货饼干，最终两队守护年货饼干更重的队伍获胜。好，首先第一组是我们的射手卫士杨迪。你的眼神怎么突然变得凌厉了？然后我们杨子和范丞丞还有方月桥是作为运送方，然后黄队的全员呢作为我们的防守方。我们得谁去，就是拦他们，不让他们运。来，请各位就位。来吧，五分钟计时开始。来吧，开始。来吧，开始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三二一，木头人。这动静真大，这边。这动静真大，这边。请我们的防队这位成员也回到起点。挑战继续，挑战继续。我们得。哎，下一木头人！哎，下一木头人！请这位回到起点。游戏继续。三二一木头人，三二一木头人，三二一木头人。回到基点，射中了心脏。好，游戏继续。不能动啊，不能动，对，稍微对。好，请回到起点，游戏继续。谁这是？谁这是？小心小心！
只要他没有喊就不能射。对，没喊他就可以一直动。三人一木头人，三人一木头人。好，射中的是这一位，请回到起点。好，射中的是这一位，请回到起点。啊？什么意思？请回到起点。游戏继续。不问我。三人一木头人。不问我。三人一木头人。不问我。三人一木头人。请回到起点。来，游戏继续。三人一木头人，三人一木头人。三人一木头人。游戏结束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零点一千克，零点一千克。哎呀妈呀！射到你了。Yes。你中间一下，他怼到大勋就咔。对。对，怎么能打透呢？这个。你戳进去了，你看。哎呀，快盖上。下面蒙眼者是大勋。为大勋复仇了。老秦、钱月和弟弟负责运。程程、小子、迪哥和月桥负责吃。好了，准备，来，五分钟计时开始。三人一木头人，三人一木头人。好，请回到原点。来，游戏继续。三人一木头人，三人一木头人。有人已经睡着了。巴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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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卡巴卡嗯，巴卡巴卡巴巴呀，米卡巴卡。见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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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回到原点。三人木头人，三人木头人。哦，对，哦，对。游戏继续。三人木头人，三人木头人。好，请回到原点。三人一木头人，三人一木头人。怎么都站我边上呢？哇哇哇！
我这胳膊这么长，够不着他。哦，打中了，打中了，请回到原点。三人木头人，三人木头人，复仇了。回到原点。三人木头人。年货节，年货节，也拜年就可以领年货。他们都定住了哈。对对，定着定着了，对。好，来，好，游戏继续，游戏继续。三人木头人，你就是等他跪过来，他不跪过来，你就不喊。这一看，这小伙儿，请回到原点，摁头打。三二一木头人，三二一木头人，不是他们离我太近了，这都，就是这有个人，有没有人？回到原点，好准，请回到原点。听不懂。这片人在这吃的我好焦虑啊！三二一木头人，三二一木头人。这边全在这吃呢，三二一，好，时间到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0.17千克，所以获胜的就是大勋这一队了。好。